瘦到现在快十公斤，两个月。刘小玉砸30万暴瘦10公斤。上辈子是演她的妈妈，上辈子她演我老公。刘小玉在三立台八愿望和江宏恩饰演夫妻，跟上一档天道比起来，整个人瘦一圈。你上次答应的是什么？我前阵子去做开胃矿肠。什么开胃矿肠？是什么？就是在天道后面比较没有我的戏的时候，我去做了一个开胃矿肠，因为我之前不是有做过切胃嘛，后来瘦到一个公斤数之后，因为十年了嘛，有点复胖，因为我就不爱运动的人，然后又爱小喝饮料，做一个微创手术，然后来就一直又回来，不一样，是一样，他是把肠子其实。因为这有点医学的东西，我讲不是很清楚。它其实就是肠子不是很长嘛，它把截掉一节放在旁边，但是不影响。它把后面那一节直接接在你胃的最下面，所以你的食物进去之后，它其实吸收就变不好，直接就排泄掉了嘛。你会经过肠子的这些会吸收啊，干嘛什么什么。我现在64，其实在4、5月份的时候，我其实去开的时候已经有到75，因为医生就说你要开刀了，你想吃什么赶快去吃，因为开完刀了之后食欲跟食量就不会那么好，所以我就大概。要开刀前胖了大概2-3公斤，我瘦到现在大概10公斤，所以才几个月而已，2个月。是花多少钱？市价大概会在30万一个人。其实不便宜，但是你要想，我们这一路10年来花了多少，应该说不止这个价钱了吧？有伤口吗？有伤口啊，就是4个小伤口，就这样子。微创。哎，所以它主要就是让你食欲会下降，对，然后很容易饱。哦，它有什么副作用吗？副作用就是瘦啊。哦，就美了，就美了，还有认真要做。其实它就是副作用，就是你如果在营养方面没有照顾好，就是可能会掉头发。然后气色不好，但是目前好像没有这个状况。刘小玉想快点瘦身，都是因为他。我们愿望的制作人也希望我可以再瘦一点，因为可能因为这是要跟洪恩达，他希望画面看起来好看一点，不要是妈妈跟儿子的感觉。等于是为了江洪恩瘦的，对，但他也没有很瘦啊。应该半年到一年之间是会瘦到我应该要瘦的体重，我想要瘦到55。如果真的可以瘦到55，我还真的蛮想拍一下什么写真集之类，给自己50岁一个礼物。我真的这辈子还没有穿过比基尼这种东西，你就会有一种愿望，想要看看，很会带愿望，那个是不是真心的愿望？期待你的写真集哦，真的我也很希望，因为我的写真集的内容。可能要 PS 10个男人之类的，对不对？